在你妈当裁判，我俩 battle。Come on, come on, 走走，来啊，来啊，来啊！肖杰是个很幸福的男人，在年轻的时候，因没有什么钱，父母也不支持他跳舞，但他为了坚持心中的梦想，即使没有好的老师，他也不放弃，直到遇到一个很懂他的人，也就是他如今的老婆，从不嫌弃他穷，也不嫌弃他的长相不好看，而是一如既往的支持以及鼓励，两人携手相爱20年，好在如今的他们功成名就，也有了属于他们的家庭和孩子，一家四口的生活相当幸福。因肖杰是多次的街舞冠军，作为他儿子的索索特别崇拜自己的爸爸，在爸爸的影响下，索索也特别喜欢跳舞，年仅9岁的他就会很多街舞技巧，很多高难度动作也能完成的轻而易举，为此索索特别有自信，期间就挑衅肖杰，我要跟你掰头。接下来肖杰一个连滚带劈叉的动作也是让索索都看傻眼了，不得不说姜还是老的辣。如今37岁的肖杰年纪越来越大，把儿子培养成自己的接班人，想必对他来说是很欣慰了吧。那么看完你喜欢他吗？欢迎留言评论。